在啊，在啊，看到了。那个角度看不到了。往你看，你去看他们有没有漏 ID。我看这个方向，顺便看他们来了。没有，你不用走进去，看他们 ID 位置有没有漏出来的。看就很怪。好。他们会不会整个前行过来、啊？用挖洞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现在看到 ID。哦好。往你这边慢慢退回来。一直看不到就很焦躁。反正你的路是，你再说一次，你从哪边过去的？我们家里旁边吗？繁星 MVP 结束 MVP 是在我们靠我们家那条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、我现在跟丢了。没事，两只都跟丢了。他说他们是逃离什么？哦，跟丢了那些。哦，所以他们是为了逃你所以死掉是不是？对，他们是在峡谷附近吧？哇，有枪僵死啊！汪小强，先挖。我去找繁星，看有没有中。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挖了。所以也不知道他们掉的装备在哪里。在我这啊。哦，难过。那我们找繁星。生日快乐！耶耶！我可以死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要啊，繁星，我们需要你。我觉得还是烧掉一个金苹果哎、欸，因为我只捡到一颗。烧掉。嗯。烧掉。你们在哪里？给个坐标。我在6311负二八。我在12811负七二。128。啊你那个嘞，杰瑞嘞？一样，我在家里。四颗头了。巧克力又开始大杀特杀了。他有附魔了，他也是有附魔。对他应该是有附魔了。他们刻了一颗金苹果，我们要赶快找到金，才有办法抗。好。你说六负多少？负一二八。啊，那个正 Y 的 X 嘞？负一百多。负一百。负整数。X 负一百。X128 然后 Z 是负100。我看到 ID 了。哎，跳跳跳。有点远哦。有点近，慢慢过来。哎，对呢，我用实践呢，哈哈哈哈哈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可以啊。哇，用实践就可以杀人。你看他们是跑掉了的。这有点猛。而且是打到墩墩而已。我刚刚本来有回到摇一下。是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判定到了。嗯。没关系，我有小剧场剑了。可以做钻剑了。哎、欸。遇到一个钻石。我们有四颗啊。他们那边有捡到。不要做而已啊。看来是他那边有捡那个。那我们甘蔗要做成啊？不对，我们没有多皮。做蛋糕啊？啊，没有，收紧死了。我们还要先找到牛奶。做新友啊？不对，他是公牛。我快到了负一二八了。好，欢迎回来。现在比较麻烦是因为没有小房间了，所以上去的战术要怎么办？我们先去。挖黄金啊，这样不然的话血量太劣势。对啊。好。黄金的挖起来，汪汪的血量就可以拉回来。黄金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哎呀，有没有？哎呀呀呀呀！我操！你在哪里了？一样在位，同样位置。类似。负一二八。负一二八。一二八。
然后负100，我们 ID 都还在这边。杰瑞，我怂了，我没看到啊。嗯，一二八，对，128，负100。哦，白痴哦，哦，白痴哦。你走歪，不是走歪啦，是刚刚没看到发光啦。来，我帮你一起挖。你挖，我歪了。我们因为现在是100多，所以有点远。嗯。慢慢挖过去嘛。啊。因为黄金真的不够。怪物清除了，可以去找找看了。峡谷啊。他没有。精怪了。对啊，去峡谷挖吧。东西带一带吧，我带、可以不用来这里，这边要开始缩掉了。往这边走也是往那个。对。蓝队哦。蓝队哦。往蓝队哦。蓝队。啊，蹲着也没用了，硬干吧。没关系啊，他们只知道我们在我们后面。先找黄金吧，峡谷里面找。好，甘蔗不带了。好，就这样吧。金。金在哪？这个峡谷是主要是黄金的。很惨。去前面一点。蓝堆，蓝色。哎呀。而且火把照亮这个世界。黄金快出来。咒。哎呀。有了有了有了。有黄金啦。杰瑞你好神。这个量够一颗吗？够够够，可以再一颗。我想想，有人帮。蓝队是陨月那一队。陨月跟闪闪啊，战力蛮高的。陨月上闪，觉得怕。有先水先，之后再做个。有一种近，有点近的感觉，就怕。蛮近的啊！哎、他们要来啊！我看的是他们是往这边来，那我找方向，感觉是要来。我们要撤吗？我可以先挖一个逃生通道、哦。不用撤啊！不用撤啊！你要沿撤进哪？沿撤哪里？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干下去。这边是反方向，所以他如果真的过来的话，对耶，他平顶啊，往那边走没错啊。对啊，可是他们刚刚是在我，他们刚刚那个负的方向是的，看到我看到黄金了，对啊，同一块，你们两个看到同一块。哦，好，不同啊，差那么远啊。哦。很上满的、我们铁还不够做铁针嘛，对不对？铁蛮多的，你可是要往要烧而已，要烧而已。烧好，有一个烙单哦，他是在挖什么？我把熔炉放出来，你们可以去烧、哦，有空的话。你要过来，你要过来、啊，他们还是往这边挖。你要过来，你要过来，他们往这边过来，因为现在是三人集结。这边铁很多，再挖就好了。按迷蒙，我烧个铁。我多做几个了。我多做了。没人在做，没人在动，糟糕。你要在那边烧哦，好好，那我牵过来。好。哎呀，好，你们应该是没东西。
是直接缩到零零吗？嗯，这样子一定被压死啊！一定被压死啊！金苹果一定要 PK， 一定要金苹果，金苹果是最关键。你是说被压的时候一直狂吃金苹果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也行哎、欸。对，所以这金苹果是关键。如果金苹果够多，我们就有机会，就要多少有一些多一点机会啦。没关系，下一届应该就会考虑新的方案。嗯，这届的方式，对，这届方式是，而且边界我不知道哈基设定是他那个有设定吗？多多快吗？没有，缓冲区碰到那个碰到边界就会痛。那就是说到零零啊，不是他刚刚设定是你没有空间，你没有就是站在外面的空间，你碰到就会受伤。以前是在可以在外面待一格或半格，就是以前不是有一个缓冲，以前不是有一个缓冲区吗？就可能压到多少，它就会还不会受伤。我身上先具备一颗金苹果啊。好，那我先去找铁，让我们找一点有铁砧。嗯，你们都有水桶吗？有。有，好，那没有问题了。嗯。What's wrong？ 有铁，啊，你青金石也还我嘛，汪汪。嗯，啊，好，这我这边。嗯，好，杰瑞先点。偷看一下，好，没有要过来的意思。哦，好多题。嗯，金哇，金好多题。剑如果没有用，那就浪费。嗯，张起你的弓，射下去。这几个铁砖，三个。三个，所以是三个定。四个定。所以是32，好像可以做咯。欸，应该是好了。有了，我要帮忙。偷偷。有了，那就不用挖铁了。嗯，还是挖一下好了。说不定铁后面有黄金。好，我回来找你们。为什么那个角度看到它往上是不是？往上会看不到，有时候会看不到。啊，有一只的角度我看不到了。角度问题。它马上往上，两只往上，我现在看到声音。可能是觉得边界要来了吧，太可怕了。对，来了。后面。哦，看到了，觉得惊恐。要准备走了。走了，那你们想要从哪边开始走？我们这边负8吧。对呀。这边左边还有优势，所以我们可以先往前挖。他们已经是零了啦。他们已经是零了。好。铁砧先挖走啊。铁砧附魔才挖走。挖个金银过去。走吧，走吧，直接正面走。好，把铁带走。看，等一下还没有机会复。什么什么什么黄金？碎。钻石。这么会挖、啊？只是想挖经验而已。哦，两颗。一颗。对，因为这起点没那么重要。杰瑞，你带苹果好不好？来。然后空间不够。给苹果，还有青金石，分工好，挖吧，其实东西差不多了。哦，我把铁带一带。从哪边开始挖？直线，正面直线挖。哇！直接挖。你搞直面？不用蹲了啦。不用蹲了啦。我怕有岩浆，我会冲过去。你不要贴那么近啊！走开，我来。两个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要挡我前面。
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挖下面，我挖下面。哎、欸，就怕有岩浆，你还躲到前面？所以才要蹲呢、啊。靠靠，白对了，这是谁冲到？